部是在做一个野生，野外求生，野外求生啊，很累的累的，所以我们都是野生保护动物的。好，我们再唱一个很经典的一个，我们阿美族板扎的歌哈。我们阿美族的那个最主要的主食就是，藤心，下来就是欧迪亚菜啊，那个龙葵，再嘛就是各种的蜗牛啊，蜗牛，这都东西记不起来了，哇，下来就是忘记力特别强。原住民为什么会哪边追银，就是干追银啊，来喝酒啊，所以我劝大家还是节制喝酒哦。哦，人家说啊，原住民哪边最硬，这就干最硬。最近已经改善很多了。哎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这种歌来反讽自己，但是愉悦大家啊、哦。少喝多一点。少喝多一点。Oh
Okay. Okay.